年一度的师大国际文化周正式开跑，由国际事务处义工队所举办的国际文化周，3月16日中午在日光大道举行开幕式。今年首度与台湾大学联盟合办，台科大已首先举办印尼文化节，接着师大的国际文化周，还有即将压轴登场的台大世界嘉年华之夜。三校联盟从今年开始由学术界正式跨足学生性的活动。本校的学生、外籍生都会讲中文，我们是以中文当作华文当作我们的国际语言，所以期待以后我们的学生除了本地生可以相互交流以外，我们期待国际生可以有更多的活动、更多的分享。我相信在今天的国际文化周整个开幕典礼里面，应该可以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。实际校长来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让学生的活动也可以办得更好，变成一个很好的平台，让学生可以互相交流。我们也祝三校未来的合作更愉快，那么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。今天除了有异国美食之外，还有刚才国际长说，不只是今天啊，这整个礼拜都有很多学生，外籍学生的表演活动啊。所以大家都可以欣赏异国的一些活动。国际文化周活动至3月20日止，现场与师大师子拍照打卡，可以兑换折价券。此外，与各摊位消费可几点兑换精美赠品，邀请同学们一同来体验各国不同的文化与美食。校园记者吴家珍采访报道。